我们的水包子来了，Madloba， 你，如果哈，你好吗？我很好。我很好。该说不下去，那先忙着弄。喜不喜欢吃包子？先通宵，别人不说。 哎，我喜欢吃包子。我们的亲爱的Nino，他叫 Nino。Nin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第二个 Nino， 他是律师 Nino， 他是会计 Nino。会计 Nino。 好，你好。还有Nino律师，他也是律师。那朋友们，等一下我们就吃一下我们格鲁吉亚的水包子，给你们说一下好不好吃。还有喝一点啤酒。阿伯喝，如果这么听咖喱。 我也在这儿呢，朋友们，我也回来了，是不是我的朋友们都非常漂亮？说不，但是，他吃的准确啊，他吃的准确，一定要拿着手，我看看他吃的怎么样啊。 叉子，实际上是吃水包子的时候，不拿用叉子。